请掀开经本第51面第二行，大科第7段，称扬赞得分。清凉大师解释本经，都用实来表法，所以在第一品里，世诸妙严品。它分为10个大段落，也是于华严以实来表圆满的意思相应。前面7大段是本经的正信序，诸位听经听得很多，都知道佛经的体例。经本展开，前面可以看到6种成就，6种成就是正信。序分分为2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正信，第二部分是发起。所以从这一段以后，这个总共有4段，都是属于本经的发起。那么这一段第7称扬赞德，这是称赞本师的功德。本师在华严是毗卢遮那如来，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的，毗卢遮那是化身如来，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的离体。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之本体，赞本师之德，实在就是显示我们自己的性德。如果不懂这一层意思，这个经文念叨，你当然会感到乏味。你莫知所云呐。如果懂得这一层意思，细细的揣摩经文，佛是教我们在这个地方明了自信有无量的功德。正如后面经文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如来智慧德相是什么？
有哪些？在这一段称扬赞歌里面就显示出来了。我们真心本性跟毗卢遮那跟十方诸佛无二无别。我想有不少同修曾经听说佛门里头所谓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十方包括我，三世更是包括我，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佛说了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，而《无量寿经》上更有一句偈子，实实在在了不起。他说的是：“一切皆成佛。”一切皆成佛这一句跟华严经上所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是一个意思，比华严这一句讲的还要圆满，还要彻底。这是真实语啊。那我们平素只听到这个经上这么说，但是没有听过有人详细给我们解说。殊不知这个详细解说就在华严经上，华严经上这个世尊讲经说法的技巧非常圆满，真正是达到善巧道基础的。我们常常赞叹的善巧方便，我们在前面众海云集那一大段，这一大段呢是华严经上的众成就啊。我们看过，你看看他表法的意趣，这个在前面跟诸位详细说过了。这一段一开端经文呢有三段啊，第一段是总结为一注，这个第二段呢是总显德行因缘，第三段是别名德法赞佛，请看经文。二是如来道场众海悉以云集，无边品类周匝遍满，心色不从各个差别，随所来方清净世尊一心瞻仰。这个一小段的经文里面包含
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众海云集，意思非常明显。我们要知道的，这个众海很不平常，因为每一个族类、每一个社团人数都是无量无边。这个意思显示华严这一会以什么地方做道场？我想诸位一直听下来都应当体会得到，它是以净虚空变法界为一会道场，真正是横遍十方数穷三际。无边品类，无边是无量无边，品类就是种种类别，不仅仅是六道十法界，可以说虚空法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没有一个遗漏掉的，圆圆满满的含摄在其中，周匝遍满。形色不同，形色不相同啊。不但是六道众生的形色不相同，就是以我们人道来讲，以肤色来说，有白种人，有黄种人，有黑种人，也是形色不同啊。我们肉眼能够见得到的畜生道，那个形色差别就更多了，还有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诸天神众，我们的世界以及恶鬼道、地狱道里面也有神众，所以形色差别无量无边啊！不从是这些人，随从他们的领导人来参加这个法会呀。这一段经文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啊？我在此地给诸位提示一点，古人所谓不读华严，不知道佛家的富贵，这个话说的没错，
但是不切实际，实际是我们读了《华严经》，听了《华严经》，真正有用处，对我们的生活真正有帮助，这才值得我们学习。所以说，不读华严，不能拓开心量啊！你们想想，我这个说法，如何？我们今天眼前的困难非常多，自古至今，这个世界有多少聪明人，有多少有智慧的人，对这个世间问题束手无策，没有法子解决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，家与家之间的冲突，再扩大，国家与国家的利益的冲突，带给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灾难，所以天灾人祸，我们要问，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？很少人能给我们说出满意的答案啊！满意的答案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呐。这些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佛给我们讲，从愚痴来的呀。什么叫愚痴？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从这来的。不明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，不了解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起心动念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我们看看西洋的文化，我在美国15年，美国人起心动念第一个观念如何保护自己，不受别人的侵犯，人人都为自己，于是两个人就有冲突了，这两个人就有矛盾了。这个结永远解不开呀！如果他要觉悟，我们一家人，一家人总是自己人。想自己也能替别人着想，他这个家庭就和睦了。
如果个个人都为自己来着想，所以家不成家了。你看现在社会离婚率多高，甚至于前几天报纸上登的这外国的事情，早晨结婚，晚上离婚，你说成什么话呢？什么原因呢？两个人当中有矛盾，有冲突，佛在此地给我们说明真相啊，一定要把心量脱开。我们的心量本来是跟如来相同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，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的办法。家与家的不和，顾虑到自己利益，地区与地区，彼此要保自己的利益，就会跟其他地区冲突，这里面就会产生矛盾。这个国家保护我自己国家的利益，决定与其余的邻国也发生冲突，也发生矛盾，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？所以地区与地区有冲突啊，国家与国家了，免不了战争啊，战争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。那么如果我们学了佛了，接受佛的教导，我们明白，我们今天考量一切考量以全世界众生的利益作为我们考量的水平，这个世界上战争没有了，这个世界问题解决了。可是你要想想，问题有没有彻底解决呢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这一个星球啊，地球是个星球啊，我们这个星球是一家人啊，大家认同了。别的星球呢？我们不肯认同别的星球，也是我们一家人，于是将来还有星际战争。这也是麻烦事情啊。所以佛法讲这个是彻底解决，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，星际战争也没有了。所以诸佛如来，我们知道他们的教化区最小都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一尊佛的教化区，我们在佛经里面读过。有些佛的教化区很大，几个大千世界，十几个大千世界。那么为什么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呢？阿弥陀佛的教化区没有极限，跟毗卢遮那佛完全相同，是以净虚空变法界为他的教区。所以这个里头一切的矛盾冲突啊，隔阂完全消除了啊。现代的社会
这个新的名词多元文化，你看看无边品类周匝遍满，这不是多元文化吗？哪个地区这个多元文化能够跟华藏世界相比呢？哪一个团体这个法会能够跟华严海会相比呢？他们如何能把多元文化、无量无边的品类、形色不同的族类、不同的文化，能够集合在一起？要知道，我们生活在虚空法界，不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，不是生活在一个地区上啊，我们生活在虚空法界。虚空法界是我们圆满的依报啊。这个里头说依报，说正报，诸位要记住，正报只是讲自己个人的身体，这是正报。个人身体之外，通通是依报。那么其他一切人，一切有情众生，是我们有情的依报。物质环境是我们无情的依报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是我们生活环境啊。生活环境里头有人，有物，有事。而这个生活环境是遍虚空法界，确确实实十方三世，我们对于所有一切的族类形色不同啊，这个里面的隔阂，全部都消融了，这样才能够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相关怀、互助合作，这是一个大同的社会。这叫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就是究竟圆满的大同世界。一真没有离开十法界，不是十法界之外另外有一个一真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要体会到这个意思，要认真努力学习，把我们的心量打开，也就是恢复我们自信本有的心量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真正得到受用了。别人给我有隔阂，别人歧视我，是他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他不能包容我，我要包容他。为什么呢？我觉悟，他还没觉悟。
啊，我明白了，他还没明白。彻底究竟的明了是佛陀啊！我们做佛陀的学生，做佛陀的弟子，那就是菩萨。我们这是初发心的菩萨，初发心里面的初发心，总算是跟诸佛如来走一条路了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我们才起步，他们已经到家了，我们才起步，方向没错。所以学佛，诸位要想功夫得力，这我们就明了，要恢复本有的心量，否则的话，你还是以小心量来对待一切众生，不但你的问题不能解决，你修学佛法了也不会有进步。这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得到的启示啊！拓开心量是正确的，是应该的，一定要这样做法。幕后呀，这一句“随所来方，清净世尊一心瞻仰”，这是我们更要学。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啊，随所来方，这些人从东南西北啊，十方而来啊，四维上下了，从十方而来。意思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跟大众相聚，譬如我们今天晚上讲经这一会，诸位同修不是从四面八方云集来到这个地方，来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呢？亲近世尊啊！世尊虽然不住世，不住世是世尊的色身。世尊的法身没有生灭，法身就是真如本性，永远没有离开我们。我们今天塑造世尊的形象，代表世尊的色身，见到这个形象如同见真佛一样我们一心瞻仰，表达我们的敬意。然后我们要想想世尊教导我们
华严经上、圆觉经上，佛都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一切皆成佛，这个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叫我们对世尊这种真诚的敬意要落实在生活上，尊敬一切众生，你要懂得佛这个意思。为什么呢？一切皆成佛，这是佛眼睛里面看到的呀，我们凡夫见不到，佛看到。佛看到的是真相，我们看到的是妄想。为什么佛看到一切众生皆成佛，我们看不到？佛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了。佛说相随心转了。我们是什么心？轮回心啊。轮回心看佛菩萨也是凡夫。所以一般人对佛菩萨一点恭敬心都没有。我们在许多地方见到有人呢将佛菩萨的头，我们中国许许多多石窟里面的造像啊，他们佛像搬不回去，把佛的头、菩萨的头取回去，供在那边当艺术品欣赏，造罪业。这个是佛讲的话，没错，愚痴嘛。我们造佛像、画佛像，诸位要晓得，不可以画半身像。画半身像不恭敬的，有上身没有下身啊！造像、画像、画佛菩萨像，要画全身的像啊！这是恭敬的，完整圆满啊！所以处在在处处啊。教导我们修什么？修静，沉静。希望我们对佛菩萨这一份沉静的心能够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对事对物都要修沉静。这真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，第一条教给我们礼敬诸佛啊，那个诸佛，诸位要晓得，就是一切众生。佛为什么看到诸佛呢？佛是用佛心看的，这不是相随心转吗？境随心转吗？你的心是佛心的，看一切万法都成佛了，都是佛。而且是本来成佛。我们今天不是佛心了，不是佛眼了。可是你要晓得，佛心是我们的真心，
佛言是我们的真言。我们今天轮回心，轮回心是妄心，不是真的。宗门里面所谓呀，本来面目，轮回心不是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是本来面目是如来果地上的面目。所以我们是妄心呢，把这个境界转变了，所以见不到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道理在此地啊。佛所说的话，高明的地方，令人佩服的地方，不是说叫我们听他的啊，遵守他的，不是。佛说出来之后啊，叫我们去证实啊。你要不相信啊，你可以这自己证明嘛。这个就是信皆行证的，你自己可以证实啊。证实佛所讲的是事实真相，不是理想，不是推测。他所讲的是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众生都要一心，一心是真心，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用真诚心，不要怕别人用虚妄心来欺骗我们，不怕。你用真心，人家用妄心对你，你立刻就觉察他那个心是妄心，他不是真心。他有没有真心？有。真心在哪里呢？妄心的背后是真心。所以我们对他还是尊敬吧。我们不看他的妄心，我们看他后面真心嘛，他很可爱嘛，他很值得尊敬嘛。所以我们展量展量他的性德了。眼前所造的那是假的。佛在经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不要执着虚妄相。最好啊，也不要分别虚妄相。我们真诚清净平等觉就现起了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，我们晓得应该怎样学习。下面一段就是总显德行因缘，这个里面也分三小段，前面这一段立章解经，此诸众会一离一切烦恼心垢，即其余喜，摧众障山，见佛无碍。这经文好啊，刚才说了，你要见到真实的境界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诸法实相啊，你必须要立障
现在为什么见不到诸法实相？你有障碍，所以叫你立障，你就见到这个清净法界。障是烦恼障。狗是所智障，烦恼就是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了，这是烦恼啊。所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成见，某人成见很深啊。实在说，是你错误的见解。这两种障，把我们的心性障碍住了。就好比眼睛，眼害了眼病，眼睛有病。现在医学里面讲的白内障啊，眼有异，看东西看不清楚。佛用这个来做比喻，烦恼所致这两种障碍啊，障碍了我们的见性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看不清楚，看不到事实真相。你看错了，当然你的思想就错误，见解错误，你就会说错也会做错。怎么能解决问题？前面这段经文里面启示我们，尽虚空遍法界是一家了，是自己呀，这样所有一切的障碍冲突啊、误会呀，全都消除了。宗门叫明心见性，净土叫理一心不乱，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啊。我们自己第一个大难关，执着这个身是我，有了我跟别人就对立了，相宗里面说啊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呀！啊，四大烦恼从哪来的？从我见生起来的。只要有我这个执着，四大烦恼就起来了。这是烦恼障的根本呐。我们每一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这个里面产生了见闻觉知，你要分别这些东西，执着这些东西，就变成了所执障。所以说一切
这个一切里面讲的有。俱生的二障，分别的二障。俱生二障不是这一生的。烦恼习气，生生世世，无量劫来，在阿赖耶里面熏习成强有力量的种子。这些种子天天在造业，造业哪有不受报的道理呢？所以佛在此地劝我们要离开。你看华严会上的这些人参加法会的人都已经立当，他们已经离开了。他们见到啊世尊这个广大的法会，我们今天见不到，是因为我们有障。他们能见到，他们没有障。华严法会在哪里呢？尽虚空遍法界，成说刹说，永远无间说。华严法会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诸位不要以为呀，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二七日中所说的《华严经》，二七日中向我们报告，哎，有这么一桩事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毗卢遮那佛给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从来没有中断过。我们知道，毗卢遮那不中断，阿弥陀佛又何尝中断过呢？不但阿弥陀佛没有中断，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中断过呢？诸位细细去体会这个意思。你能够体会得几分，你这一生受用无尽啊，你就得真实的受用。于习习是讲习气，二障的习气，有粗有重啊。习气难除。佛在经里面，就当年他的学生弟子当中，也都把这些事情表演出来给我们看。我们要知道他们是表演，表演的很逼真。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什么叫习气，习气何以那样的难断。佛在经上讲，毗邻迦婆娑尊者，这是佛的弟子，
毗邻切婆娑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鱼席，就是此地这个极其鱼席，就鱼席这两个字。《法华经》里头说过，他过去曾经500世为婆罗门。我们知道，古印度戒记观念很深，婆罗门这个戒记是社会上最高的阶级，刹帝利还其次，刹帝是王族啊，他比王族还要高。那么这一类是修行人，用现在来讲是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。印度古时候遵从道德、遵从学问，跟中国人一样，所以在中国，你看看自古以来，我们对孔子、对孟子，对老子、对庄子，他们在人们心目当中受到尊重敬仰，远远超过帝王。印度人对婆罗门的尊敬啊，亦复如是啊。这一位尊者啊，毗邻尊者，这是有修养啊，有德行啊。他500世啊，都转生在婆罗门当中，不容易啊！换一句话说，生生世世持戒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，你才能够保住人生，才能够得这个富贵。因为时间太长了，于是养成一种习气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。毗邻长老，他常常患这个眼睛的毛病。也就是的眼睛不太好，看东西看不很清楚。那么常常到外面乞食，要渡过恒河，恒河当然有很浅的地方。他渡恒河的时候，他在恒河水旁边弹指，叫这个恒河的龙王，我们中国人称龙王叫恒河的水神叫他小辈你暂时把水停下来，不要流，让我过去。这个恒河的水神，我们中国叫龙王常常受毗邻长者的气，看到他叫小辈这个婢女是家里头佣人的，这个河神，恒河的河神是女性的，所以叫他叫小辈。有一天呢，恒河神遇到世尊了，
那蒋师尊告状，说你这个徒弟常常骂我，叫我小辈也骂我。啊，佛就叫这毗连长者，你要向这个恒河神呢忏悔，致谢。于是这个毗连长者就到恒河神面前合掌，给他问讯。说小辈呀，你原谅我，你不要仇恨了。我现在向你忏悔呀，你看看还是叫的小辈。所以世尊就讲了，这是余习，并不是恶意。他什么？他是一个富贵人家，家里用人用惯了嘛，所以常常的这种口气嘛，并没有恶意，也不是骂你，是他一个习气。这说明了这么一种事情啊。所以他这个动作呢，就引起同学们大笑起来了。这说明习气呀，很不容易改。那么还有一桩事情呢，这是说到迦叶尊者。这些掌故啊，我们也都要晓得。迦叶，这是定功啊很深的人，在同学当中，禅定的功夫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所以禅宗是他承传下来的，他是禅宗初祖啊。传说里面说，香山大树紧那罗网弹琴，音色弹得非常之好啊。禅定功夫第一的迦叶，听到这个琴声呢，不知不觉跟着他的节拍跳起舞起来。迦叶不安呐，这什么原因呢？都是习气。无量劫来啊，喜欢音乐，喜欢跳，听到这个音乐，不知不觉他就起舞了。说明啊，习气难改。佛的弟子当中，实在讲，每个人都有习气，习气都不一样。那么这种事先告诉我们有这么一桩事情，但是也并不是非常严重。当然长道，只要我们有警觉性，虽长道也不会产生重大的障碍。尤其是修学念佛法门，所以这个经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这个用意很深很深呐。如果不是修念佛法门，这些习气决定障碍你明心见性，但是不会障碍你往生。为什么呢？往生净土，只要服烦恼，不要断习气，只要把烦恼扶住就行了。烦恼只要不起现行，没有不得往生的。但是华严会上这些人，他们以离一切烦恼，
烦恼障、所知障都破了啊！习气也逐渐消融了，所以说摧众障善啊。这个众障啊，就是讲的烦恼、所知。我们一定要重视。每一位同学都希望我们将来往生自己有把握，能够预知时至，能够不生病，自在往生。最好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佛都来迎接，能不能做到呢？能啊！我们看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看看《往生传》，以往的人做到不少啊。眼前我们听到念佛往生。看到念佛往生的人也不少啊，都是真实的事情，让我们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。为什么他们能做到，我们做不到？原因何在呢？他们把烦恼断了，所以他做到，我们烦恼习气没断，所以做不到啊！虽然念佛，问你往生有没有把握？没把握。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反省，不在这个地方用功夫，恐怕这一生呢要错过啊！错过了这一生，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机会，那不晓得要到哪一生哪一劫，绝对不是说来生再得人生又会遇到，没那么好事啊！很不容易遇到。开经记上所说的，说的话是真话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你这一生机会错过了，你要再等到百千万劫，你才再遇到一次啊！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好难呐！诸佛菩萨慈悲殷勤恳切劝导我们，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，一定要断烦恼，要断烦恼，要改变我们的观念。我们平常一般错误的观念，天天念什么？念自己，念自私自利，念利己损人，他念这个，念贪嗔痴慢，念是非人我啊，你那个观念就是这些东西，这是造业，这种念头起来，这意业。造业，一造业，口就造业，身就跟着造业。所以，虽然念佛，虽然学佛，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，还是要搞六道轮回。要知道我们的病根在哪里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佛教我们把念头转过来，你看经上常常讲的六念，这是佛提示我们教给我们，
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念三宝啊。三宝要知道，从形象上的三宝，要能够融会到自信的三宝。自信三宝，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跟我们讲：觉真经，这是自信三宝啊。觉是佛宝，正是法宝，净是僧宝。你看《无量寿经》的经体，清净平等觉，那就是三宝。清净是僧宝，平等是法宝，觉是佛宝。清净平等觉也是三学。清净是戒学，平等是定学，觉是慧学。你看看《无量寿经》讲的是什么？这一部经里面就是讲的三宝三学嘛。佛教给我们呢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呢，你要懂得怎么念法。念觉真经，念清净平等觉，你就没有念错了。除这三条之外，佛教会跟我们念天，念天念什么？天代表什么？十善业道啊，升天都是修十善业道的，叫我们念天就是念十善啊。色界天除了十善禅定之外，还要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。所以念天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念十善四无量心，你常常念这个。在下面教给我们念戒，念戒的意思就是守法、守规矩啊。最后一条教给我们念施，施是布施，布施的意思叫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布施是放下。这一些虚幻不实的东西不要放在心上，恢复心地清净平等觉，六念啊，要把观念转变过来。我们这个重障山，你才能够把它摧毁。这桩事情，佛只能告诉我们。把这个道理四相缘由跟我们说明白，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自己，佛菩萨帮不上忙啊。佛能够帮助我们的，诸位要晓得，开示佛只能做到的，悟如要靠自己，佛不能帮我们悟啊，不能帮我们入啊，入就是证啊，悟如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这个一定要懂得。佛对我们的加持就是开始。
为我们讲清楚，为我们表演出来，做给我们看，我们看了，听了，要觉悟啊，要改习气，要改毛病，这个样子见佛无疑了，你才见到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清净法身啊。你能见到法身呢，报身、应化身，你当然都见到了。哪里有障碍呢？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，如是戒已，毗卢遮那如来往昔之时，于界海中修菩萨行，以四摄事而成摄受，夜夜佛所种善根时，戒已善摄，种种方便教化成熟，令其安立一切之道。这一段是讲与会这些大众，你看他们自己本身具备的条件是断烦恼，这才能解佛。我们不断烦恼，天天面对着佛像，也没有见到真佛。一定要断烦恼，你才能见到真佛。因真呐，这一段讲呢，语言殊胜。如是戒已，如是是指与会的这些大众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六根接触佛法，你能够生欢喜心，你能够懂得，你能够体会，你与佛有缘啊。这个缘呢，过去生中所结的就像弥陀经上所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每一个念佛往生的同修，过去生中无量劫来都跟阿弥陀佛，都跟净土的经论结了殊胜的法缘，这一生当中成就了。那么也学问，何以在这一生成就？为什么过去遇到的时候没成就？这个道理要懂得。过去遇到的时候啊，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放下，所以没成就。这一生当中遇到啊，你如果不能将烦恼习气放下了，你这一生还不能成就。再等下一次了，只好如此啊。事实也是如此。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要下一个狠心啊，下一个决心啊，放下。放下是非人我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下一切的成见，一心念佛啊，这才能往生。无量寿经
跟我们讲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八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什么叫发菩提心？我前面讲的那就是菩提心。心量脱开啊，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。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是菩提心。对人对事对物再不要用小心眼了。你心量脱开啊，念佛决定得生净土。所以这些呢都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之时于界海中，界海是讲时间之长，过去生中无量劫以来啊，毗卢遮那佛啊，修菩萨行以四摄事而成摄受。毗卢遮那跟他们结了缘，诸位要知道，跟他们结了缘，今天我们在此地度华严经也跟我们结了缘了，我们法喜充满了。四摄，这是佛在行菩萨行的时候。戒引众生的方便啊，第一个是布施，布施是戒缘，你要不肯布施，你跟众生没有缘了啊，戒缘重要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你就有智慧了。所以第一个跟众生结缘。第二个是爱语。爱语就是戒引众生的目的。我们戒引众生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爱语就是关怀他，爱护他，照顾他。爱语是这个意思。爱语不是说些好听的话，甜言蜜语，那你就搞错了啊！还是爱护他的话，骂他，呵斥他，教训他，都是爱语啊。不见得爱语都是好听的话，有些话很难听啊。父母教训儿女，呵斥骂他，是爱他了。别的小孩犯错，他为什么不去骂他？你犯错，你的父母为什么骂你？父母爱你呀，所以那叫爱语啊。学生有过错，老师呵斥，是爱护他，不是他的学生，他才不管他了。一定要懂这个道理，爱语的意义要明了。第三个是力行，行是我们的造作，所有一切的造作决定是利益众生的。这是真正将众生的安立在善处啊。所以诸位
要以智慧，以理性细心去观察。释迦牟尼佛一世在生的在生在世的时候，他的生活，他的行为表现的是什么？我们能体会到吗？他那种生活的方式是帮助一切众生安立在至善之处啊。我们中国圣人曾经讲至于至善，可是止于至善具体的方式，止于至善的落实，没有详细给我们说出来啊。虽没有明说，佛菩萨大圣大贤他做出来给我们看，我们有没有能够看出来？有没有能够体会到？释迦牟尼佛所实现的，真的只是一句话，他做到了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你看看他的生活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他过得多自在啊，多幸福啊，多美满啊。心里面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心自在。身没有负担，没有压力，身自在啊，身心自在，这叫大自在，真正的幸福美满。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的生活状况，心有忧虑啊，每一天患得患失，身体有压力，有负担，生活在忧虑恐怖之中啊，前途一片黑暗，哪来的幸福？自己这一生为什么活的不知道啊？真正叫醉生梦死，这一生糊里糊涂过了，你说多可惜。学佛实在讲呢，就学个明白人，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还能不觉悟吗？至少我们要看到佛这个样子，要能体会到啊，知足常乐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很多人遇到我都给我诉苦啊！有一次，我记得我在台北啊，坐计程车，那个计程车司机给我诉苦，日子难过啊！我问他：“你一个月收入有多少啊？啊，你养家糊口够不够啊？”啊，够了。能过得下去，我说能过得下去你就很快乐了，你为什么还苦呢？
家里的太太小孩啊，看到市场上新的产品，这个也想要，那个也想要啊，又想说隔壁邻居啊过得比我好啊，我们至少要赶上他。这俗话讲嘛，人比人嘛就气死人嘛。什么原因呢？不知足啊。哦，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你的苦是从这来的啊。假如你要知足，你不就快乐了吗？啊，我举个例子，你家里买个电冰箱，这个电冰箱好好的保养，至少可以用十年呢、啊，没错啊。啊，你做一件衣服，啊，这件衣服至少也能穿个十年呢、啊，没错啊。为什么天天去做新衣服，月月做新衣服，你赚的这个钱不就浪费掉了吗？不要追求时髦啊！追求时髦，那个观念错误了，你的日子就过得很苦啊！我这说了，他听懂了，他想想是有道理哈。我说更进一步告诉你，你工作一年，你可不可以休息一年？他想想可以啊，我一年赚的钱，我两年还花不完呢。你可以放假放一年啊，日子好过啊，那钱不难赚啊，你想通了啊，你不就快乐了吗？想不通，天天跟人家比，那你就要命了，你就死定了。你看看，你的死，你的活，就在一念之间。一念觉悟，你就活过来了；一念迷惑，你就死定了。所以看看佛陀的示现呢，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啊，知足常乐。我们生活所需的够了，不要再多求了。如果命里头有还有多余的，让大家享受吧，那你真正叫重福啊！你的福永远享不尽啊！所以不要积财，要积德，这个重要。佛教给我们念诗，常常念布施，积功累德。你只要有福报，再大的灾难，你不会吃受苦头，不会吃苦头。为什么呢？你有福吗？没得吃的时候，自然有人送东西给你吃；没得穿，自然有人送衣服给你穿。为什么呢？别人没得吃的时候，你帮助他嘛；别人没得穿的时候，你也帮照顾人嘛。你照顾别人是因啊，你将来得到的是果报啊。所以钱存在哪里最可靠呢？啊，不会变贬值呢？不会丢掉呢？存在一切众生身上。所以要知道，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，财为五家共有，不要以为现在你有财富，你有财产，假的啊，啊，不过是给在你面前给你看看而已啊，你能不能得到享受？没有。所以现在人自己要老实想一想，你说你有多少多少财产，其实是身上一张钞票也没有啊。财产是什么呢？银行给你寄来那个数目字，看看数字，你说是假到哪里去了啊？不但是金银财宝没有摆在那上，那还到底还有一样东西是钞票，是纸啊，连那张纸都没有看到，这个通知单上写上个阿拉伯字啊，那就是财产。
过几天呢，什么货币贬值那个字没有了。所以你要想通了，有你没有得到，丢了你也没有失掉吧，想通了就自在了，何必为这些东西操心呢？这个我们讲的很多啊，财富从你面前流过的时候，好好的运用，好好的支配，拿去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帮助那一些急需要的那些众生，你就真正做了好事。所以你有财富是福报，你会用财富是智慧，你有福报没有智慧，你这个福报福会变成祸害啊。老子曾经说过，福兮祸所倚啊，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啊。你有福不会，没有智慧不能善于运用你的福报，后来就变成灾难。这个事情我们从历史，从现实的社会冷静去观察，太多太多了。所以要懂得布施，知道怎样修真正的福报，永远享受不尽的福报。你要有智慧，要认识佛体，所以要会众福啊，诸佛菩萨的行持，他们一生生活行为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决定不能粗心大意看过，细心的去观察，去留意，好好的学习啊。而且修福要赶快修啊，不能等待，再等待几天呢，你的福报已经完了，过去了，你好运走完了，那个时候想修福没有力量啊，所以一定要抓住机缘，认识机缘，掌握机缘，你就成功。世间人所谓建功立业了，佛门里面讲的积功累德，这是佛的力行啊。最后一个同事，同事是高度的智慧，帮助一切众生断除一切疑虑，下定坚定的决心，那么佛菩萨接触大众，他都有这四个意思，我们要学。我们每天从早到晚接触很多人呢，有没有起过这个念头呢？不但是你，你没有起过这个念头，所以你没有发愿呢，不但没有发愿呢，人缘都没有啊。从早到晚所遇到的一些人都是冤家对头，你看他不顺眼，他也看你不顺眼，什么原因呢？你不懂得怎么用心，不懂得怎么做人，四摄法了
就是如何用心，如何待人处世界物啊。所以佛法的好处学了马上就有用处。大家不要以为哦，佛的四摄法是戒淫众生。你把这个四摄法的意思看得太窄小了，劝人学佛的，实在讲，四摄法了，是我们戒人缘、戒法缘的方法了。佛法里面讲求法缘，世间法里面讲人缘好啊，人缘好。你就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帮助。无论你做什么事业，帮助你的人多了，你怎么会不成功呢？所以要戒人缘。佛度众生，要跟众生戒法缘。戒人缘、戒法缘，都是这四个方法。这四个原则。你要肯布施，给人家戒恩惠，你要真正爱护他，你自己一生生活所作所为对他都有真实的利益，他怎么不敬你，怎么不爱你？你想做什么事情，他怎么会不协助你？四摄法对于我们做人生活是多么重要，我们要养成一个布施的心，时时刻刻在在处处总有一点小礼物送人，出门身上总带一点东西，随时遇到了都给人结缘了，都修布施波罗蜜啊，给人家说话一定是劝善归过，劝善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以种种方便，种种善巧，自己做出样子给人看，你劝勉别人的，自己是真做到了。不是劝别人呢，自己不肯做，那叫口是心非，别人不能相信，一定要自己做到。同时，今天我们生活打成一片，生活在一起，学习在一起，帮助这个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我们通通都集合在一起，这是属于同时。所以四摄不能够轻易看过，那么这是说明佛在往昔行菩萨道的时候跟我们戒的有这些缘。下面说夜夜佛所种善根时，戒以善事，可见的过去生中啊，这个时间很长很长，不是一尊佛，夜夜佛所种善根时，这也正是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跟我们讲一段故事。阿舍王子
与500章弟子。佛讲，他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，1亿。佛在经上讲的，古印度人讲这个亿呀，有3种：10万成家叫亿，1000万也叫亿，万万也叫亿。不像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是万万叫亿，古印度10万也叫亿。我们就不算多吧，就算他10万吧。1亿是10万，400亿，那个数字也非常可观了。你才知道这个时间之长。在一夜佛所种善根时，都曾经遇到毗卢遮那如来。他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我们接受菩萨种种方便教化成熟。你看这个善根多深厚，关系多么密切。也许我们读了这个经文，对与会的这些菩萨众们非常羡慕啊，非常向往啊，他们的运气好啊，生生世世都遇到诸佛如来，我们运气不好啊，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啊。这个想法呢是错的，不是正确的。我们生生世世跟他们没有两样，都遇到啊。再跟诸位说得清楚一点，你们诸位同修天天遇到，时时刻刻遇到，从来没有中断过。你说哪个是啊？可惜你不认识吧。你要认识的话就行了。就现在是你遇到了你不认识啊。希望啊这部华严经读完了之后啊你就会认识了。不要等读完了，读一半读1/3，你就应该认识了。那这个经就没有白讲。你就认识哪些是诸佛菩萨在我们周围环绕啊，真正护念慈悲到基础啊，他的确是善事，的确是种种方便教化成熟幕后令其安立一切之道。一切之道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一切智。道种智，一切种智，是诸佛菩萨寻求的智慧。道当作因讲，我们要修智慧之因呢。然后才能成就智慧殊胜的果报。这个就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真正的恩德。他把我们
安立在一切之道，一切之道菩萨道啊。这个说法怕大家还搞不清楚，还有疑惑，我们再讲的白一点啊，把你安立在觉悟之道啊，帮助你安立在一个明白人之道。诸佛菩萨就是个觉悟的人，是个明白人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明白、不觉悟，是糊涂人呐！也就是将我们这个糊涂人呢，转变成一个觉悟的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经文要细细的看，细细的去体会。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，学了才有用处。今天时间到了。